Another lazy afternoon. The clouds covered in gray. Third coffee of the day. Almost fell asleep on Zoom. I yawn at the display. Third meeting of the day. But I can hear raindrops step dancing on the roof. It's like they're calling out, don't lose your youth. Cause I can stay inside and tap away inside. Oh, make today just a little less mundane. Oh, I can stay inside and tap away inside. Oh, take today, oh, doesn't it? 嗨，现在是周五的中午12:50，我们现在要出发去我们这一个长周末的 getaway 了。我们现在到渥太华了，这个地方是吴瑞以前实习的时候住的地方，非常的熟悉跟亲切，来看一下，然后拍个照，纪念一下。我们刚刚去 IBM 还拍了点照片，再把那一圈就故地重游了一下，现在来到了一家海鲜餐厅，然后我们是提前定了位了，这里还挺火的，现在已经7:30了，整个餐厅都非常的满，我们只订到了一个吧台的位置。我点了一份 fish and chip， 他点了这个实在是太任性了，是一个 lobster poutine， 看一下这个分量。You want a little pepper? Oh yes. 哇塞，这个太任性了！我要尝一下我的鱼，我去每一家餐厅都非常期待它的鱼脆不脆。我们刚刚已经在酒店 check in 完了，然后现在走路来了这个国会山。我们这一次住在 downtown， 所以走过来就700-800米的样子。然后呢，就意外的发现国会山一会儿会有灯光秀，现在有个倒计时，现在还剩下17分钟就要有这个灯光展。我们决定在这等一下，现在已经超级多人了。草地上坐了好多人呀，我们不敢坐到草地上，我怕有蚊子。现在是星期六，第二天早上的10:00。哎，我们现在已经进到这个 Park Omega 里面了，这里应该是全程开车，在车上可以在车上喂动物吃胡萝卜。我们刚刚进门的时候给了我们一张地图，这个地图上面来看的话，可以看到，熊啊、狐狸啊、羊啊、鹿啊。还有狼，还有 bison， 就是野牛。然后刚刚入园的时候，工作人员说叫我们不要 feed bison， 不要喂野牛。天哪，我也不敢。已经有了，哦，已经有路了。等一下，你拿着牙的，哎，牙还挺白的。救命！走走走，往前走了，往前走了。哦，这在外面，还好。
我也收过路费这些人。又来了，又来了！嚼得好带劲儿啊！拜拜。每个人都想喂这个大哥。这大哥不理我们。他来了。他看见了吗？他还没嚼完，哇，他好帅呀、啊！他不动。他太多人喂了，他懒得扭。哦，再给一根嘛，再给一根，再来一根呗。哎，不要了，吃不下。来了，这不嚼完他不找你了。他知道我会在这儿等他，不会走。哇，这来了一片儿，看见我的。萝卜了吗？来我这儿吧。这个人怎么一个吃三个呀？给你个，给你个，他终于嚼不动了，好可怜哦！再给你一个。哇，这个妈连吃四根，这个好惨。往前吧，还有。我给你两根，两根你又吃不下。我这个也要了。哎。哇，这个饿啊，他都吃了五根了，在我这儿。哎呦，他们两个还因为萝卜的问题有一些啊小摩擦哈。我们喂完了，我们十磅的胡萝卜 Costco 一大袋结束了。我看到网上别人评论就是说一下子十磅就没了，我还不相信，真的是两根两根的给一下就没了。没吃的啦 ，sorry 呀、啊。我们刚刚应该把那些小一点的萝卜留下来喂梅花鹿，而不是让 Elk 一口吃四颗。刚刚我们有一些剩的最后的那个萝卜很小，然后那个 Elk 吧唧两口就吃完了，真是。但是我现在觉得它是一只有白化病的鹿，不是说那个熊得了白化病被当成北极熊，送到北极被冷死了。所以我现在就觉得这个也有可能是同款。这个鹿胃口都不太好了，只能吃小的。你看那个指示牌上的人脸，这些是森林狼，但是他们长得跟哈士奇也太像了。哦，它像狗子一样。这个公园里面还有一个休息的地方，这儿有好多。人类活动，还有 live music。我们刚刚在的这个小屋子，它叫 The Trading Post， 就是以前这里的原住民，他们会拿一些动物的皮革，然后拿去换一些欧洲人给的货物。比如刚刚那个介绍上面有说，他们以前用 beaver 的皮，然后拿来换一些欧洲过来的物资，比如说 T 恤啊什么的。我没有吃的了，我骗得了你吗？好像骗不了了哈，闻不到萝卜味儿。我刚刚把十磅都喂完了 ，I'm so sorry。我们现在走到这个 farm 了，这个 farm 从刚刚停好车休息的那个 area 走过来要2.2公里，所以。如果你想走过来的话，要稍微有点准备，因为都是土路，然后上上坡下下坡不是特别特别好走，要穿运动鞋。我今天穿了一个靴子，我觉得不是很好走。黄色的孔雀，它那个毛剃的好整齐呀、啊。这有一只独角羊，哎，这咋那么搞笑，跟假的一样。它是这样站在这儿，探着头出去看的，这是在偷看什么呀？哇，这
头的脚好像是最大的。我们现在逛完了，然后准备出去了，看现在这些 elk 他们都已经要睡觉了。我们现在到 Mont Tremblant 了，但是 village 人超级超级超级多，我们就停在了一个很远的 parking。 好在我们这次带了单车，我们现在就得骑单车过去，因为这个地方离 resort 的中心可能已经有个好几公里了。对，我们现在就刚刚卸了货，准备骑单车进去里面吃个饭。Songs in my bed about you. Words left unsaid, I'm ready for round two. Gotta tell me things that I don't wanna hear. I said, Guppy got the heart, but you bring this me. 这里有 Z1 可以玩，而且还是一个公司的，但是这里的山明显就比 Whistler 要弱很多了。所以我们就不打算玩了。今天是真的好多人，就感觉像在国内一样。然后我们刚刚还在想要不要坐缆车上去，然后玩那种小车，可以自己骑着小车下来，但是它都已经 sold out 了，今天的票都卖完了。然后那里贴着说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的 line up 的排队时长。我们骑完回来了，这里跟平时我们在多伦多骑车太不一样了，这里好多坡呀，虽然它有很好的单车道，就是远离汽车，但是真的好多上坡。我刚上坡最高的时候心跳都到160了， Oh my god， 整一个大蹲腿。我们这一趟骑了52分钟，然后刚刚还从停车场骑去 village 骑了一个多小时，运动量满分。我们现在到我们订的 Airbnb 了，这个地方叫新东纳，新东纳我也不知道法语怎么念。然后这是一个另一个环球小镇，我们刚从Mont Tremblant 开过来50分钟。 Airbnb 的外面长得这个样子，它其实是一个 hotel， 它有很多的房间，我们就订了其中一个，它每个房间是这样子独立的，就从刚刚这个楼梯我们走上来，然后这就是我们的房间。哇，好棒啊，哇塞，很有格调。哇，这个上去有那么一丢丢麻烦，就是要拿着所有的行李这样上来。它这是唯一的一个楼梯，那你不是得一直翻那些衣服？呜呼，这是一个小隔间。这一次临时订的这个 Airbnb 真的太满意了，因为我们提前一个礼拜不到订的嘛，然后这边一晚上才140多块钱，就非常便宜。如果是在我们刚刚看的那个 Mont Tremblant 的那个镇的话，一晚上300-400都是住的一个非常破小旧的那种 Airbnb。 是唯一的缺点就是你要开车50分钟，但是环境啊、停车呀、房间一切都完美。这个 Airbnb 的门口放了两个假人，搞得好惊悚，我每次走过来看见他们我都哎呀什么鬼。嗨，现在是星期天，也就是我们出来的第三天，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而且不热不冷的，很开心。我们今天的行程就是要去 Mont Tremblant National Park 国家公园，开车过去到我想要走的那个 trail 的地方是1小时10分钟的样子，所以我们现在就打算先去吃一个 Tim Hortons， 其他的早餐店呢还没开，然后就赶紧出发。太好笑了，我们在这里点 Tim Hortons， 觉得这里滑雪圣地，人家服务员肯定都是说英语。
结果一上去那阿姨完全不会，一句都不会，看图点餐还点错了。刚在我们后面排队的那两个人，他们交流是用英语，然后他们一走上去点餐立刻切换语言，全场就只有我们是法语里。Mont Blanc 国家公园里面了，然后大概导到了这个位置，这个是一个 center， 是在我想走的那个 trail 边上一个 center。 如果你也想来这个 national park， 一定要先做好功课，就是你想去哪儿，因为这儿非常大，就是从我们刚刚入园到现在这个地方开车也一个小时了，所以一定要先下好离线地图，找好你要去的地方，然后直接导航到你想去的这个地方。像我们这一次来的我想走的这个 trail， 它边上就有一个 center， 然后有厕所呀，然后有地图啊，就是一个 information center 吧，就还不错。然后这个公园非常大，里面有很多 campsite 呀，然后划船啊，漂流啊，就各种各样的 activity， 所以可以提前在 Google 上面先 search 一下。今日份我整了一个 GoPro 的装备，然后它现在就长成这个样子。我们打算走的这个 trail 是 5.4 公里，大概要两个小时的样子，已经是最短的一个了，但是看很多人走应该还好啊，五点几公里。Somehow I managed to influence my vantage point, and all the damage I did was like a new voice, new choice. Run for it, take it, and I'm gone. Yeah, you know what I'm on. Yeah, you know what I'm on. 我汉族人的属性又被激发了。天哪，超多汗！这里面温度不高，但是一点风都没有。它可能风全都被密密麻麻的树给挡住了。哇，像个蒸笼一样。Got a smile on my face, it looked out of place, cause of the tracks of my tears are dried up, eyes up, I'm thinking I gotta size up, to the mountain I've been climbing, trying hard and giving all my time. 我们这里好凉快，风很大，只要是不在林子里面它就会有一些风。我们下来了，这个 trail 我原本以为是一个圈，它其实是原路返回的，因为这里没有信号嘛，所以如果你也想来的话，就提前登录好 offline map 离线地图，然后可以在 Google 上面标注一下那个 center 的位置，然后从 center 过来这个 trail 的入口就只是过个马路就到了，非常容易找，就大家都往这个方向走。然后这边有三个 trail， 我们走了这个五点几公里的是最短的一个，如果你想延长的话，可以在这个 trail 走到一半的位置，它有一个小岔路岔去更长的 trail， 我们今天就没有走这条 trail， 全程都是这种石子路，就没有人工的楼梯啊台阶那些，所以最好还是要穿登山鞋。如果你来的话，像止血铁、防蚊、防晒这些东西都最好还是要带上。太准了，说 5.4 公里就是 5.4， 我刚多挪了一步，现在变成 5.41 了。我们现在稍作休息，准备来骑车，然后这个边上刚好有一个 bike trail， 所以我们来骑车感受一下，然后现在换到我来背 GoPro 啦。现在我们从 Airbnb 出来，我们从 National Park 回来洗了一个澡，现在舒舒服服的，然后我们现在走路去吃饭，因为这个镇很小嘛，我们又住在这个镇很中心的位置，可以走路去吃饭大概也就三五分钟的样子。我们想要去的那一家吃意大利饭的完全满了，然后我们现在就来了另外一家，然后这家非常 local， 就是它完全没有英文菜单。终于上了第一个小菜，我们等了大半个小时了，不是他上菜慢，他上菜非常快，只是服务员根本就不来招呼我们，我们坐了半个小时才点的菜。这
这个蒜搞出来，然后抹在这个肉上，绝了，巨香。我们现在来镇上的雪糕店买雪糕，有一点紧张，因为没有英文。然后我现在想买的是这个奥利奥，我觉得是奥利奥，但是它的法语叫奥利给。我买到我的丑丑的奥利给小雪糕了，叮叮，它是雪糕，它不是冰沙哟。奥利给，嗯，它就是在那个雪糕机里面挤出来的，根本跟它那个卖的图片上差距很大呀。现在是星期一的早上，我们来了昨天晚上排不上的这一家来吃个早餐。我本来还担心今天是 long weekend 的周一，到处都不开门，但是在魁北克并不是 long weekend， 并不是长周末，他们都是开门的。这里虽然是意大利菜吧，但是它是法国做的，所以是法国速度。我们在这儿应该等了半个小时了吧，然后看起来还是挺好吃的。我点了一个面，他点了一个 burger。然后这个小镇刚刚服务员说每周一周二是没有 breakfast， 我们本来是看中了他的 breakfast， 然后过来吃的，也不知道是这个小镇呢还是魁北克都是这样的。Type away inside, oh, make a today just a little less mundane. Oh, I could stay inside and type away inside, oh, take today, oh, dancing in the rain, yeah.